要走去市区逛逛逛嘛，这礼拜天可能会蛮少人，对，因为大部分人都要去教堂。可是已经下午了，没有到下午，现在才我们走到就下午了，11:43，太阳好大哦。有人嫌热，明明就很冷。热，我觉得好热，我觉得我无法。就是你的妆的关系。什么妆？哪有好不好？我的妆又没有很厚，你的妆还厚嘞。什么？然后气象说今天是7度，可是我觉得太阳好大，超热的，所以我走超快。然后他在后面走超慢的，你看，走超慢的。结果里面已经开始圣诞节装饰了，对不对？放圣诞节歌，还放圣诞节歌了。现在才多少？11月11号，光棍节，已经开始放圣诞装饰了。结束了，好啦，拜拜。